新闻一开始来看，福建省发布出海口漂流工作表，是利用漂流木所来创作的大规模装置艺术。伫咧经过透风落雨，即马讲剩无到一百支。十三号早起时哦，福建乡长张延章特别前来视察修复的状况，嘛甲福报船长吴耀辉讨论要如何来维护漂流工作表的美景。福建乡公所修复漂流光坐标景点，联络南投林区的管理处，无偿提供水流茶。乡长张延章特别来到漂流光坐标视察规个修复进行。也来感谢福报船长吴耀辉协助修复。那福报船的船长吼，真有心吼，所以讲吼，把咱这个漂流光做漂流光的这个坐标吼，佮重新整理。佮整理的时候，咱公所这边透过关系吼，去有关单位佮争取一寡漂流木，佮来重新整治。但是较可惜的是讲吼。咱进前的漂流木是有365支吼，即马佫欠差不多将近120支左右。因为咱即马的漂流木无遐尼多，因为前几年来底吼，咱无较大的风灾啦吼，所以讲真，咱风调雨顺所以讲咱的真平顺，所以讲就咱海边就无佫较无即个漂流木来。所以讲咱的福报船长吼，伊一直感觉讲即个所在无佮整治吼，真可惜，有真侪外围的观光客吼。为福报来的时阵吼，拢要来这个所在来看这个迄个漂流光的坐标。所以讲咱船长经过伊努力拍拼吼，把这个所在拢给整理好啊。欢迎讲咱各界所有的咱在游客吼，然后来福报欢迎过来咱的这个福报这海边的这漂流光坐这个坐标这吼大家过来来提供一个休闲的好地方。漂流光坐标就伫咧福兴乡福报出海口。所用的材料是水流茶和反光镜，但是经过风吹日晒和风台雨雾的影响，现在365支修复了后又减100支，让整个修复工程充满困难。非常我们公所我们蒋乡长他就想说我们这是一个之前彰化县的八景之一嘛，他就想不然就是要很多人放回他想不然我们再来整治起来，但是整治起来嘛，这工程也很大的哦，对，漂流木，因为咱即马风调雨顺，拢无啥物风灾发生，要实在漂流木要为倒来，所以就咱主笔嘛，足用心要来做，伊就讲无咱拄啊彰化县扩大净滩，有一挂漂流木是去哦田中苗圃因那边栽去，伊才透过管理委林务局这边来申请。即马水流查是愈来愈少，也予维护单位福兴乡公所读个真听。加上光作顶悬，再加上反光镜，总算也是一大挑战。不过船长吴耀辉也是希望当恢复原本的规模，将这个美景永远流传落来。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兴采访报道。